主料，洋葱250克，肉丝50克，鸡蛋清3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蚝油、生抽、老抽、生粉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洋葱切丝，肉丝加生抽、鸡蛋清和生粉拌匀，放油煸肉丝，熟了捞出，先放洋葱爆炒和使洋葱脆有甜味有香味，加肉丝、老抽、生抽加蒜不可多，关火加蚝油翻炒匀，起锅装盘。烹饪技巧必须掌握洋葱的成熟度，太熟不好吃，旺火炒才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